两个葡萄糖脱一分之水形成双糖，这个双糖不是甘糖，因为甘糖是多糖。那到底它形成什么呢？两个葡萄糖是形成麦芽糖，麦芽糖是两个葡萄糖形成的双糖，所以这里的 B 答案是麦芽糖。那三个常见的双糖要记得哦，麦芽糖是葡加葡，蔗糖是果加葡，乳糖是半乳加葡，葡萄葡就是葡萄糖的意思。哦，要知道谁跟谁合成双糖，所以这里的 B 当然不对喽。甘糖是多糖，两个葡萄糖只能形成一个双糖，那个名字叫麦芽糖。